最近开榴莲太火了，榴莲盲盒，盲盒是啥意思我也不知道，咱们再开个榴莲啊。这个榴莲花了170买的，看看是熟了吗，有几房肉，哎呀这不好看呀，哎呀，哎呀妈，太扎人了，哎呀妈，哇呀妈，扎手了。哎呀妈，哎，有这么费劲吗？这个，也开了，是不是没熟呀？这，哎呀，这个肉挺大，没熟，还有点硬。看看啊，看看几房肉。浑身是伤啊，这个榴莲开的，看看这个榴莲肉挺大，就是没熟。好，哎呀，看见没，开的我受伤了，家人们你看见没，受伤了，双击加关注，谢谢啊。这边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开不开呢，哎呀，开不开了，这个暂停，开不开了，拿菜刀开，看拿菜刀，哎呀，还有一方肉，五方肉开出来这么多，就是有点硬，没熟，看见没，我只咬一口看看，没熟这样吗，这个怎么能才熟呢，没熟，你看把我榴莲扒的都出血了，双击加关注，谢谢。